观众要求小数两不灵，三个小时内没有完成的话，小数到惩罚嘞。过分了吧？你们吃瓜，我受罪。提着灯笼逃跑，倒是挺别具一格呀。大意了。 饶你一命也可以，告诉我，你是如何知道我的秘密的？我要是说我能未卜先知，您信吗？啊，不，掌公主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我是受上天指派，前来祝您登基的呀。派你来祝我登基？上天是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吧？ 长公主，您要相信我，有我在，搞定皇上不是问题。您女皇登基更不在话下。说说，你打算怎么帮我？君不见，玄武门之变，兄弟戏强，成就一代明君。君再看，靖难之役，燕王以数十亿人打开了永乐盛世的局面。君细品，这九龙夺嫡，那是一通乱杀呀。 却是四爷夺魁而出，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？你说，这说明你想当皇帝就得先当上皇帝。但是啊，你要想当皇帝就得先弑君。但长公主，你相信我，弑君就……我从不相信一个人空口无凭的承诺。你的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如果能成功刺杀皇帝。 我赐你解药，保你从今往后享尽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就这还绝地反击的大女主，我呸！不过我也可以以退为进啊。 只要给我半个月，等我完成当皇后的主线任务，毒药，谁怕谁啊？随着时空穿梭技术的逐渐成熟，其功能已成。
供运用到社会各界，而 CMC 集团旗下应运而生的超时空恋爱指南，正是一款为了满足广大女性同胞的恋爱游戏。合同已经签了，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万众瞩目了。你身为第一批进入游戏直播行业的过气女主播，能不能翻红就在此一举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完成从宫女到皇后的逆袭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不就是个宫斗小游戏吗？怎么会失败？还有一点，观众可以根据剧情走向提一些小要求，你也需要满足。有眼无珠的观众，等着被我打脸吧。果然这届观众太缺德了，为了自己能赢，直接让我空降长公主密谋造反现场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他们还能出什么损招。作为喜童，我有必要。谁呀？你干嘛？完了完了，全都不按常理出牌，这任务怕是要完，要被强制下线了。你在那儿鬼鬼祟祟看朕半天了。来行刺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说，我不是来行刺的，我是，那就是假装偶遇，想让朕一见钟情。这你也知道？你说，人从这儿跳下去，会是什么样？皇上，我最不至于摔成肉泥这么惨烈的死法吧？皇上，皇上，哎，你看看我，我好歹长得也花容月貌，你看我也，你看。皇上，你可千万不能疯啊！虽然我是个刺客，但我不想杀你的，我还想跟你结婚，当你的皇后呢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我姐姐，真平长公主派过来的？能这么执着于杀朕的，也只有长公主了。但她居然派了你这么个，这能成功吗？你知道长公主要造反，你不收拾她，还等她来杀你？头的，皇上，你要相信我。进展如何了？我一见到皇上就被他怀疑了，还差点被他杀了。这任务我恐怕是……你已向公主许诺，必定会完成任务，便是死也要完成。别忘了，你的命还攥在公主手里呢。你听到了吧？这么说，
你还真的不是真心来行刺的？那他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拍他屁股啊！管仲确定愣现在的目的是拍皇上屁股，是什么呢？可朕还是不明白，你都中了他的毒了，还坚持不杀朕？因为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当皇后，我的主线任务才能完成啊！少年，闭墨子，快磨皮，快到世检了。怎么，这理由有那么难以启齿吗？因为我想拍你屁股。好好说话，不然把你丢到湖里喂鱼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说实话，因为我觉得跟着长公主造反没有前途，只有保护好皇上，那才是正道的光。冥顽不灵。郑楠楠，选择朕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皇上已知道长公主要造反，你不问罪他，还要等他来杀你啊？我为什么要问罪他？我巴不得他造反。而且，你得先有能耐杀得死朕再说。少年，说出你的秘密。哎，你干嘛？耍流氓啊你！哎，别，耍不成流氓就杀人灭口啊！啊！别怕，我又不捅你。你睁眼，我给你变个戏法。睁眼。金身啊！这一切啊，还要从朕的父皇和母后说起。在朕13岁那年，他们为了自由，把皇位让给了我。没想到，也因此招来了长公主的记恨。这皇位，我能继承。于是啊，这就开始处理朝政。这宫里上有长公主步步紧逼，下有辅国朝臣处处为难。于是朕就只好兢兢业业处理朝政。初见时，面桃花相映红。心怀微雨中，你面带笑容。最初的疑问进入彼此的生活，当物事发生，天空海阔，深宫中纸扇如云将花落，别院里写意。